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干杯，我是小菜。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三个，三种面。这三种面。这个是什么？日式炒面。这是日式炒面。还有一个是日本豚骨拉面。对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韩式冷面。这三个我们都没有吃过，那想说这次买这三种面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这三种面有兴趣的人，我们就看下去吧。好，先吃哪一个？你想吃哪一种？我想先吃这个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做冷面。先做冷面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我来把这个剪开哦。剪开。我把它拿出来。这是哦。里面就这样，四个面包，四个汤包，跟四个芥末包。下面呢？好。嗯，慢慢一点点。对，这一坨而已。哦，里面的汤汁有点稠稠的感觉。那它这一碗面只有这样而已耶，这样55块，这样竟然要55块耶？对啊，感觉好稀泥哦，真的。老师哎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，所以我们自己帮它变身好了。好，我们自己加料，这旁边是我们自己加的，先放豆芽菜，放小黄瓜，然后放肉肉，好，肉肉，中间再放两颗。因为我们要一起吃，我放两颗好吗？好。然后最后再放我最爱吃的泡菜。经过小菜的改造，它变成这样，现在看起来比较好吃。嗯，这是它全部搭配的，吃吃它的味道。来，做好了，冷面做好了，那我们来吃吧。那我先吃。好，先吃冷面。面是好吃的，面很 Q。好吃吗？我先喝一口汤。哦，它汤不错。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。对对。那应该是它面的口感。怎么会那么 Q？ 它面很 Q 吧？是顺风的肉酸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肉酸。还不错，是好吃的。它的面是 Q 的，然后汤汁它附的那个汤包酸酸甜甜的，也不错。虽然它这个觉得五十五六块是只有汤跟面，但是吃起来面其实是还不错吃的。如果喜欢吃韩式冷面的人，应该会喜欢。自己如果加点料组合一下，也比你去韩式餐厅吃的那一碗冷面好。也是哦。不错，我蛮喜欢的。好吃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哇，它里面就只有这样而已耶，好阳春哦。所以215块六包，这样36块。感觉蛮疗效的。好空虚啊。对啊。它上面的东西都是包装图片，仅供料理参考。所以呢，我跟小菜，我们只好再加点料了。对，我们就加料下去炒吧。其他单位我们看到的菜跟肉都不是这里面有的。好，那我来炒吧。看起来很棒，看起来还不错。对啊。好，我先吃了。两个面条。那面条是属于比较硬的那种。对，比较硬。它这比较像油面，但是又比较有弹性。吃起来醋味还蛮浓的。这个醋味蛮浓的。让我想到一间潮汕鱼面。这个跟我们台湾炒面很像。对。它的这个酱汁，整个灵魂就是它的酱汁。看自己要什么备料啊。
要什么备料自己准备。嗯。那我们是用那个葱啊、香菇啊，还有红萝卜，那再煎个鸡排，就这样。炒面的话可以用那个肉丝的。嗯，可以用肉丝。嗯，肉丝先炒一炒，然后加上一些蔬菜，高丽菜也可以，洋葱也可以，就蔬菜炒一炒，然后面丢下去炒。加一点水焖一下之后，再加酱汁就完成了。就你会回购吗？我应该是不会回购，因为那个如果要炒面，那个酱汁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用。那只有他那个面，他的面跟那一小包酱汁36块，对，36块应该可以买一斤的面了。对，可以买一斤的面了，因为他其他东西都没有啊。因为它这个东西，我觉得，你稍微有点厨艺的人都可以自己弄出来。嗯。但是刚刚那个韩式冷面，那个我们复制不出来。嗯，冷面的那一个冷汤。对，那个冷汤还有它那个面也没有在卖的那样的面。没有。嗯。对，那个是有特别啊，这个。要去韩式餐馆才会有。对，韩式餐馆才会有。我想吃拉面。那我们来煮拉面来吃。嗯，煮拉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煮最后一个石热拉面。看它有这个笋包啊，还有黑木耳包，还有这个它的豚骨高汤包吧。嗯，对，那它有说用400cc 的水啊，的水来稀释这样。嗯，黑木耳一点点，这也是。整个这样就只有这样而已啊。对，全部就是只有这样。它的包装里面就是面的本体，跟笋干，所以它连葱都没有。哎，不会有，对。所以我们自己再加一下，就自己再准备一点点。就是还有，这个都是另外加的。这另外一下，我们卤的空肉。拉面一定要有这个蛋，溏心蛋，两个好像有点挤。那这边我摆一点葱花。哦，好哦。好，那我加经过小菜的加工之后，就变这样了。嗯，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吃一点。感谢先生。还不错吧，那应该。我觉得汤没有什么豚骨味耶。柴鱼的味道比较重。嗯，没有说哪里说特别好吃了，但是就是一碗拉面嘛。那它如果没有料，真的是吃起来。没有料的话，吃起来更可怜吧。太空虚了。会变成空虚公子，没有办法，没有空虚公子。觉得吃，如果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另外加的话，你这样这碗吃完，你的心里会被掏空。这碗面我觉得差在它的高汤。高汤哈，我觉得它的高汤还不强。所以我们今天有要排名次吗？有要排名次，有。有哦，三碗有名次。基本上我觉得三碗里面最好吃的，而且值得买的是第一名是韩式冷面，它虽然那个价格看起来不便宜，但是它吃起来它那个面跟它那个汤头，那个不好复制哦，那个很有特色。那我们自己如果再一样，就是以这三种面，其实都要自己加料嘛，在它这个韩式冷面再加一些泡菜啊，或是小黄瓜之类的肉类加上去，其实是很好吃的。所以最推荐的是韩式冷面。对，其他两个我都觉得。中规中矩而已，没有特别的突出。那你的第一名呢？我的第一名也是韩式冷面，真的是蛮好吃的。我会回购的是韩式冷面。我也是。我吃了三个面，好饱哦。我也是啊。我肚子快爆掉了。
我们先去散步吧，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，然后去走路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拜拜，下次见。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是把它吃完吧。要吃完。嗨，想看其他影片，请点这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分享、订阅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记得加小铃铛哦。点这里啊，点这里啊。我已经翻牌了一点。